我可能，有没有可能？请向青春制作人们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光脚不怕穿鞋组。好，我是来自华策影视的虞树欣，是光脚不怕穿鞋组的虞贵妃。虞树欣，贵弟。然后舒心呢，他就是随时随地都有一种贵妃的即视感。不是，是我之前他们我刚来都说我是小公主，后来我长胖了一点点，他们说我跳舞像贵妃跳舞，所以才叫我虞贵妃。可爱，虞舒心太可爱了，小表情太可爱了。好的，刚刚这一段稍显有点幼稚。坤坤你好，你好真实啊，坤坤。好，问一下丽草老师，在表演前有什么想要嘱咐他们的吗？哥，苏苏呢？哈，这困哥，他们偷地扫码了。哥，网络的困在他们电梯卡收费了哈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舞台交给你们。